我小的时候对缝纫机特别好奇，但一直没搞明白它是怎么缝补衣服的。直到看完这缝纫机工作原理的视频，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它会跳线了。这是最原始的手工缝衣服，一根针牵引着一条线，在两匹层叠的布料上下两面来回次穿梭。这种手工缝补法想要机械实现来这样来回穿梭显然太过复杂，所以聪明的英国发明家托马斯·山特在1790年就想出在布料上下两面各放一组线，分别是面线和底线。面线由针眼刺穿布料带下去，在这百梭红娘的巧妙牵线下，这两根鸳鸯线就会相会交缠粘在一起。再由穿梭针把它俩拉至两层布料中打结，永远不分开。那么所谓的跳线又是怎么回事呢？还是看视频，这是另外一种形态的缝纫机，原理和前面的大同小异。咱们来看一下第一种跳线情况。这个摆臂没穿到绿色线里面去。正常情况是这样的，穿梭针往回收的时候，由于线夹在布料中间有摩擦，不会跟着针抽回去，下面会被挤出一个圈，这个摆臂刚好能穿到圈里面去。咱们来看第二种跳线情况，摆臂正常了，但是这个穿梭针插到外面去了，这就是面线跳线。那什么又是三针五线呢？我数了下视频中确实有三根针，但是线不够五根，只有三根线，是不是应该叫三针三线哈？其实这种术语我也不太懂，有懂的给说一下这种一般用在衣服什么地方。还有下面这种更加复杂，它也是三根线，